我是一个没有福报的平常人。净空老法师是华藏净宗学会的精神导师，也是举世知名的宗教家与教育家。净空老法师的出家之路始于台北圆山灵济寺。1959年，时年33岁的老法师在灵济寺的大雄宝殿剃度圆顶，从此踏上了行脚全球弘法利生的旅程。1960年，老法师初次以出家法师身份在台北石浦寺三藏佛学院授课，并应邀至台东联社讲经，迄今已届一甲子。长达60年的岁月中，老法师风尘仆仆奔走各地讲经说法，从不间断。不论听经上课的人数多寡，不计辗转各地租借场地的困难，也不在乎生活的困顿，甚至时常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录音室对着机器说话，老法师始终言行如一，不改其志，一心一意要将佛法的真实利益分享教导给社会大众。华严经云，譬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了。渐渐的，有越来越多人被老法师日复一日讲经不辍的精神与苦心所感动，也受到了老法师讲经的智慧与洞见所启发，纷纷表示愿意护持。但老法师却坚持不设道场，不盖寺院，您将心力与资源全部投注在讲经说法，弘扬净土思想。将近20年间，净空老法师一直过着习不暇暖的讲经生活。他曾经形容自己的用功程度是连梦中都在讲授经典。1979年，多年协助老法师寻觅讲经地点的韩英居士，有感于常年寄人篱下，难免面临经还没讲完就要被迫停止或更换地点的窘境，便与老法师一起捐出个人捐献，以及社会大众给予老法师的供养，再加上当时几位同修们的发心，在台北市新基岩山脚的民生市场大楼内寻得了适当场地，成立了华藏佛教图书馆，由韩英居士担任馆长，延请净空老法师固定在馆内讲经，成为当时台北地区讲经密度最高的道场。10年之后，华藏净宗学会在华藏佛教图书馆成立，由净空老法师担任会长，以学会为名，是为了赋予传统佛教现代化的名称与现代化的形象。1999年，华藏净宗学会申请成为社团法人，由悟道法师担任第一届理事长。
华藏净宗协会呢，它的成立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往生那一年。那么他在台中求学的时候啊，要离开台中，老师就把他的眉柱用毛笔啊注在经文旁边的，交给我们净老和尚。那么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啊，他再从箱子把那个经拿出来，啊，当时啊叫我去接下印刷厂印一万本，纪念老师，啊，然后跟同修啊结缘。那么同修他看到这个经很欢喜，大家也没看过，所以就请我们老上抢这一部经。那这部经是夏老居士他汇集的，所以就为了纪念啊夏老居士啊，所以就成立净宗协会啊。因为净宗协会呢，是当年啊夏莲居老居士在大陆啊他提倡的啊。后来呢，我们净老和尚在美国依稀跟夏老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认识了。那黄老啊建议我们净老和尚在海外啊成立净宗协会，华藏净宗协会是这个因缘成立的。当时我已经住在华藏图书馆啊，所以当时这个地址是附设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净宗协会呢是成立十年之后啊，韩馆长往生，那么信义路这边有陈永宪居士啊捐了一个房子给老善，所以我们老善啊说那把净宗协会的地址呢迁到这里来。那个时候啊也申请社团法人，所以我是住在图书馆，然后当时啊接洽印这个经啊，所以就投入到华藏净宗协会一直到现在。自成立以来，华藏净宗学会一直致力于将老法师的讲经内容制作成各种影音制品与书籍流通，也大量印制佛教经典、文化典籍、劝世善书等出版品，使珍贵的文化资产得以推广与传承。净空老法师认为，这些出版品是比任何大庙和殿堂更具意义的无价法宝，只要能将法宝中的道理植入人心，就永远不怕法难摧毁。既然无价，当然必须无常与人结缘，同时也要讲究品质，重视版权，以示对于智慧财产的尊重。这样的要求虽然两难，但老法师总是幽默地说，我们钱多就多做，钱少就少做，没钱就不做，大家专心去念佛吧。老法师的话安定了人心，也让学会在坚守原则之下，为了法宝的流通不断努力。当一个人拿到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也跟他解释我的光碟啊，我的工厂是怎么样，我坚持我一定要找全灭经啊，那他们听了非常感动，那他们会认同我们的做法。我并不是因为我免费结缘的，我把我的水准降下来，我并没有这样做，那自然就有很多人他会认同我们的理念。所以呢，在我做的当中呢，有很多人拿了一笔钱进来，他就交给我，而且当时可能是两三百万，他就拿进来，他说我就交给你们华藏，你们帮我做法宝。我说那你要求我做什么法宝，你想要做什么法宝你就做什么法宝。曾经有一个小姐拿了两三百万进来，她自己没有学法，他说因为他妹妹往生了，他欠下一笔钱，那他妹妹往生之前有听我们老法师的经哈，那他就他妹妹觉得很受用哈，所以他就把这笔钱全部拿来给我。我听了以后，我自己这个心啊，这个平静了好久，哇，怎么会就是让我非常感动哈，能够一个人往生之前能够发这样的一个心，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坚持下去哈，自自然然会有很多人会认同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总是想得深、看得远的净空老法师，很早就认为弘法方式必须与时俱进，善用科技，让法宝以最快速、方便的方式广为传播。因此，早在图书馆时期，就先后建构了净空法师专辑网与华藏净宗弘化网，作为弘法和利于同修学习的网络平台。进入华藏净宗弘化网，可以点选网络电视、法宝、教育、活动、数位图书馆等专区，以收看直播或点播的方式同步参与法会、祭祖等活动，也可以随时随地在线上学习，聆听老法师讲经，使佛陀正法与优良的传统圣贤文化更易于向外传播，也更易于深入人心。时至今日，全球已陆续成立了200多个净宗学会，理念一致，互不隶属，相互支援。每一个学会都秉持着老法师的教诲，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信愿念佛，归心净土为修学目标，以传统文化，孝亲尊师，净化社会，启迪人心为入世法则，以和睦族群，团结宗教，提倡教育，导正风俗为济世良方，在世界不同角落共同传递着老法师最单纯而坚定的心念，万法归一，一归净土。家师净空老和尚最初接触宗教，他是从学哲学这个因缘入门。他在年轻的时候啊，也常常听人家讲宗教是迷信，所以年轻的时候是没有接触。后来从大陆到台湾来啊，他很仰慕台湾大学这个哲学教授方东美先生，他希望啊跟他学哲学，那么方先生呢、给他介绍佛教，他才知道啊，佛教啊是世界上啊最高的哲学，那么这句话呢就打动他的心呢、来接触佛法。老法师求教于方东美教授时才27岁，他先寄了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哲学离册》，请方教授指正，得到赏识后，成为每周日赴方教授家中单独授课2小时的入室弟子。从西方到东方，从哲学到佛学，在方教授的引领下，这位求学心切的年轻人读了康德，读了易经，读了诸子百家，再读了印度哲学与王阳明的心学，最后却因为方教授的一席话改变了对佛教的成见，开始研读佛经，渐渐深入。这一年，净空老法师也开始授业于藏传高僧张家大师，每周亲赴大师寓所闻法，奠定下深厚的佛学基础，正式接受三皈依，从此常斋如素。
李炳南老居士是净空老法师亲近的第三位佛学导师，授业时间长达十年。这段期间，老法师受李炳南老居士的启发，了解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是深入一切经藏之要。决定出家时，恩师所交付的下联居汇集的《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梅注本，成为老法师一生宣讲弘扬的重要经典。下联居老居士汇集五种原力本的《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是集五种原力本的大成。解决人生的问题啊，从做人到做佛啊，都在这部经里面，所以这部经非常的圆满。那么这部经啊，主要是我们修学净宗的一个目标啊，宗旨啊，就是信愿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往生极乐世界呢、啊，就了生死了、啊，出三界了，到极乐世界啊去留学，啊成佛了，再回来娑婆世界啊度众生。在佛法里面呢、啊，找到这一步啊，就是他一生弘法的一个大圆满了、啊，也是一个总结了 啊，就在这一部经上面。回顾老法师的生命轨迹，20岁以前，他在战乱中思考人性，看尽战争的残酷。20岁之后，他像一块求知若渴的海绵，积极从中国古书、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汲取养分，寻找人生的答案与生命的意义。最终在三位大师的教导下，皈依佛门，以佛陀清净平等、慈悲为怀之心自勉，念念不忘诚心起后，念念不忘利益众生，更因此对消弭战争、团结宗教、追求和平有深切的期许与使命感。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60年过去了。用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念，60年成为一甲子，从甲子到癸亥，整整一个循环。这就让我们想起一个问题：在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生命循环中，如何让全人类过上最幸福、最美满的生活？答案是普世教育。净空老法师所说的普世教育，一是宗教教育，也就是佛陀教育，这是释迦牟尼佛对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二是伦理道德教育，也就是传统圣贤教育。这两者互相结合辅助，便能从因果、道德、人文、伦理等多方面来端正世道人心，提升人的品质。从老法师的学思历程，不难明白融会如佛二道，振兴传统文化，积极宣扬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的理念，做一个专修与弘扬净土法门的宗教家，也做一位多元文化的教育家，正是老法师追求真理的途径，也是老法师一生努力的目标。近10年来，
华藏净宗学会秉持着老法师的教诲，在世界各地积极宣扬与实践老法师的理念，协助老法师将讲经弘法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在亚洲、美洲、欧洲、澳洲等地进行宗教与文化的交流。汉学院的设立是为了培养能翻译与解读《四库全书》等中国典籍的汉学师资，让更多人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学术的交流之外，老法师更重视的是在现实的层面，如何将文化的内涵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言行举止之中。弘扬普世教育必须从根本下手。根本是什么？就是孝敬。孝是普世教育的根，敬是普世教育的本。孝亲尊师是一切德行的大根大本。是心是佛，将心。净空老法师认为，孝是维系中华民族道统承传的核心价值。所谓百善孝为先，佛陀教我们要孝养父母，知恩报恩。父母在世时尽心奉养，父母离世则以庄严的佛事祈愿父母离苦得乐，往生净土。除了超见追思父母与祖先，2010年起，华藏净宗学会在老法师的指示下，将孝亲爱亲之心扩及无形众生，起建连续700天佛号声不断的护国习斋百期系念法会，带领大众以最真诚恭敬之心调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以求化解地球的天然灾害，使世界各地风调雨顺，无灾无难，国泰民安。2012年，净空老法师指示悟道法师在法会中同时举办祭祖典礼，蒙桃园孔庙协助及学会义工的通力合作下，典礼圆满完成，让许多人深受感动。从此世界各地闻风响应，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更在每年清明、中元、冬至举办中华民族暨世界各地万姓祖先祭祖大典。2016年起，英国伦敦与威尔士也加入了一年一度全球祖先祭祀大典的行列。2017年，祭祖大典登上了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总部，让更多人看见了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之美，也将中国人孝敬父母、孝敬天地、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美德做了具体可见的呈现与宣扬。不认识的人呢，包括大陆的，他都非常感动。
他们说看到会掉眼泪啊，这个是我当初哈、没有办法预料到的事情。那对我个人来讲，毕竟现代的年轻人啊，对拜祖先这个部分根本是一个已经失落掉的一个东西了。那我们能够这样子把它再提倡出来，能够每个地方都能接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英国啊、校长威尔士的校长，他根本听不懂我们的东西，也看不懂我们中国的东西。可是那一年他到了香港，他看完我们的祭祖以后，他非常感动，他邀请我们到英国去，同样的再做一场。那这个是让我真的意想不到，那一个外国人啊，一个基督徒啊，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也希望这个祭祖能够普遍的弘扬开来哈，不管我们中国啦、外国啦哈，包括我们台湾，我想如果能够继续走下去，这个也是一件好事啊。从追求内在心灵的平静与祥和，到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再到希望世界各民族、各宗教都彼此尊重、和睦互助。净空老法师带领着华藏净宗学会，一直走在通往清净平等、和平博爱的道路上，这也是华藏净宗学会下一个30年继续努力的方向。我们协会的展望哦，现在是有两个方向啊。因为净宗协会就是根据无量寿经来学习的啊，净土五经一论的哦。那我们的目标主要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是主要是终极目标。那在现前来讲呢，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推广的传统文化，培养下一代的。下一代你没有培养啊，那后继无人啊。你要一个公司，你要长远的经营，你一定要培养年轻人，培养下一代的。但是现在呢，问题啊，就是年轻人啊，对这个传统文化这些概念啊，几乎零啊。现在培养当然有它的难度，它的困难，但是难也要勉为其难去做啦，啊，因为你不做总是什么都没有嘛，那做了总是啊慢慢会有人会慢慢来跟进的。所以我们的愿景啊，希望能办教学，双溪现在也在申请盖这个大楼，那这个大楼呢，我们内容主要是教学咯，包括我们办道德讲堂啦、讲课啦。我70岁以后可能会偏重在教学了，就是教下一代的啊，那让下一代来接班。教学内容当然就是以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做一个普世教育，这个是需要在广大的社会那推广到全世界的，这个是目前很迫切需要的。我们华藏啊，将来就是这两方面啊，年纪大的啊，就是专心念佛求生净土啊，那这个是大家最后都是要回归到西方净土的啊，我们修学才有结果嘛，不求生净土那就还是在六道轮回啊，那生生世世都在轮回啊，那这个问题始终没解决啊。所以往生西方净土，那什么问题通通解决了，大圆满了啊！啊，究竟得到离苦得乐啊，这是华藏将来的一个展望啊。从过去到未来，从自己到他人，华藏净宗学会依循着老法师“诚正信实修己心，慈悲喜舍利人群”的理念，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走向不同文化信仰之地，逐步接近了宗教团结的理想，也看见了世界和平的曙光。但学会也时时不忘自我提醒，
未来还会有更多困难需要克服，也还有更长远的目标，有待努力。老法师时常提醒众人，要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是老法师一生修学佛法的总结，也是自己修行、立身处世、自行化他的方法与准则。基于这个原则，弘法60年的净空老法师，虽然早已声名卓著，享誉国际，依然过着风轻云舒、淡泊名利、随处安身、没有固定道场的生活。老法师认为，任何有形的道场和建筑物，总有一天会深埋地底，化为尘土。但只要我们一心念佛，修无尽的法布施，做利益众生的事业，爱心与善意就可以无限扩大，无限循环，遍布世界各地，激发起人人本有的性德，人人皆能念佛成佛，圆满无上菩提。